为了弘扬四禄堂儒学文化，我们后辈要尊重他的遗嘱，我们发扬他。这次我练的是形意纯阳剑。孙氏的纯阳剑与别家不同之处，他的拳理通于形意拳，他是根据形意拳的原理所编。他的手眼身法步啊，他的手眼身法步他不一样，他主要以三体啊，以三的式为基础。他的剑指他跟别家不一样，别家是二指，孙氏食指、中指、大指啊，还有伸指的，其余二指卷曲，它的不同之处。它的攥剑啊，握剑方法啊，它叫火把剑啊，它火把剑啊，这剑指互一万步啊，互一万步。但是它有失啊，孙氏的风格，它可以是掌推。俗话说，拳有拳法啊，剑有剑法。拳是以两手相交为用，剑以三寸锋为用啊，它不一样。善拳者未必精通剑法，但精通剑法，精通剑法者没有不懂拳法的。这个纯阳剑它的剑不通之处，它三体式，它要沉着冷静，虚灵顶劲。他的步伐不是完全弓步，大三体式啊，他就坐胯，虚灵顶劲，沉肩坠肘，含胸把背，提纲挈领，要气沉丹田啊。别家是挺胸了，他是含胸把背啊，一手丹田，握有一处不松沉。孙氏形意纯阳剑，它的基本用法不刺剑，撩剑不撩，也可以走弧形撩，可以正撩，撩剑、拖剑、拖剑、片绑。他的剑的风格啊，他这风格他才片吧，来细节的片撩他，炮剑，炮剑，炮剑是高高挑，高挑，横剑啊，也叫云剑啊，斩首。点剑啊，力大剑尖儿，立在剑尖，绷剑，啊，绷，啊，挂，啊，带，啊，这都可以带，一带就刺，都给带，带去，啊，带剑就撩，挑，啊，都可以，砍，刺剑。刚才说的是利剑啊，利刺，它可以两刃到两边，它扁刺，上刺咽喉，中刺心口，下刺扑腿，敌刺他旗，敌可以不要他地面，刺截啊，可以截外截，里截。用身轻步伐啊带动他，这个抖擞劲儿啊，
跟别家的不同。护住，他的剑，风格独特，啊，风格独特。袭冲元剑，他怎么，不管怎么走，总是松肩，膀肩不能外露，坐胯，啊，气沉丹田，他有棒不根的。啊，打脚轻蹦蹦的，啊，回身很紧张。孙氏剑的风格，别具一格。短小精干，啊，他全名是以神意，神意练的，啊，他都是养中和之气，啊，他的路子都是演啊练中和之气，以千身啊强身壮体。啊，为用，他集各家之长，他的剑的要领，啊，跟拳术、跟形意拳是一样的，啊，崩、带、推，下面我把他的路子。基本路子走一遍。孙氏的剑的风格，它是食指点啊，90度角啊，90度角啊，乌鸡起势啊，90度要松沉。什么不要想，这也是一个装法，无思无念啊，其实空空洞洞，最后乌鸡产生一气啊，潜龙出水，这潜龙出水包秋，潜龙出水啊，不管来什么器械啊，就坐胯松沉，叉腰坐胯，虚灵顶劲，气沉丹田啊，气沉丹田，拨了先指路，这八字啊，还是八字啊，它不是掌啊，先指路，盖步啊，对，盖步啊，这气劲来了啊，是刷个弧形啊。啊，坐胯，剑在后背着，藏着，啊，来什么器械，这都可以带他，啊，盖住，打个三体式，劈他，啊，这是先指路，脚剑，你看都知道脚剑，退步连三剑，啊，接，啊，这个臭脚往后撤，啊，往后撤。他会了以后，啊，先垫步，往后撤步垫步，啊，后边藏着，手往上钻着，松沉着，哎，倒退连三剑，退步，退步，啊，退步。扑剑，把前脚啊往后退呀，扑啊，来气的，这是虚的呀，浑身有泰山压顶一样，扑啊，可以点它都可以啊，变出个顺水推舟，嗯啊，扑剑变顺水推舟，这个走个立虎行啊，刺剑就行都行。哎，他是任意变化，啊，提剑啊，啊，提路剑，啊，这往下插，上下，点，啊，扑，提路剑，
谢丹边，晕啊！怀中抱月，阶级独立啊，可以走私的啊！他是住进啊，这回他变了啊，他这个剑指啊，他变长啊。谢丹边，怀中抱月，刺出去。磨盘剑啊，有平斩啊，他走八块步，啊，又普剑呀，拉出来啊，可以走半步跟追他啊，顺着随州啊，顺着随州，一百步，百步准备走，扣步玉女穿梭。横刺剑，啊，是实行步法，啊，是关键。跳起来，松沉，玉女穿梭，平展，啊，松沉不是完全立的，松沉，啊，白猿脱逃，啊，这个平展的，这护住啊，这个手要护住腕，啊，护住这个腕部。活住，摇胯去。一展，刃撑啊，这个剑刃呢，从两边这拖着。韩兄，走灵猫扑鼠。啊，灵猫扑鼠。四十五度角倒叉步，单抡剑，可以走一圈儿，撩劈啊，反劈。把这脚摘出来，画个立圆儿，啊，直接劈在一撩，反劈，走，推着望月，倒叉步，他的步伐，啊，他也倒叉步，力大中锋啊，定型剑，哎，他有带劲。定型剑松沉，啊，他把这从这脚这儿啊，有气节以后啊，看，啊，这都给破了。带他，关着猫运，片绑，啊，片绑，平斩，啊，还走磨盘剑。扑剑，坐下，顺手推舟，要松沉，后上后拉，先是往前推，穿梭，半圆先逃，啊，半圆先逃。灵猫扑手，单抡剑，低边式，啊，在这个低边式啊，飘完以后，嗯，撩，完撩，哎，倒叉步，啊，这得趁着劲，快马加鞭啊，点他，快马加鞭。半式绷剑，半式绷剑，转身，妙手背斩，这俩手合上力，他绷啊，办事啊，沉腕，点，绷他，
翻江搅海。啊，他这个翻江搅海呀、啊，是个冤。野马闯草，啊，殿下的野马闯草，很久啊。快马加鞭，拜师本将，摆脚，叫错动把子，钉子，把子扣破，妙手被斩，心里点水，烫海剑，换上抱怨，他可追他，啊，他可走八卦。没走八卦走，绕回来，转过去，脚，啊，云摸天盘剑，啊，云摸他们，啊，天盘剑，啊，抹，啊，所以后还抹，啊，走定型剑，插，从膝盖这儿，从脚这儿接他，啊，定型剑，啊，他的风格啊。这抹带虚啊，这里要虚实分明，要虚实分明。他往后去啊，他往后去，走这个地盘剑啊，走地盘剑，也可以绕圈抹他，他斩出去四，可以独立。落步，摆脚，啊，死人式的东西，它都是，它有八卦步啊，在这藏着。错动八字，扣八字，它来回摆，走三次就行。四出去，这是虚的。你可以立剑刺，你可以平剑刺。他退步，他连抹，退步，刃盘剑，他带，那手啊，等会儿带他，他又刺回去，往这边带，往这带他，啊，一次。他来回抹呀，抹，啊，这叫地盘剑。退步，啊，刃盘剑，刺，抹，他使这个手啊带，啊，往后带他，连刺带抹。退步，啊，退步啊，退也是用，啊，不就是进攻用，啊，退步他也用。退完了以后，啊，见到他一垫步，上步黑虎石洞，啊，黑虎石洞，有半步啊，啊，很灵活的啊，啊，走是的意思，上步，啊，走个三体式来，黑虎啊，黑虎石洞，转身普剑，下蹲，啊，来气节了，下蹲。可以斩他，走风轮剑，撩，也可以走半步根，啊，撤着走，这个车轮子，如车轮子，后皮，前撩啊，走立耳，带他。后劈，前撩，啊，接倒劈后，走完了以后，这步扣上来，提剑，劈，挂，倒插步，啊，倒劈后，啊，要有神意，啊，从这个风轮剑上。走下来很轻松，
见总卿啊。道平侯，变清了探长。翻身，扣把子，错步，错步要做胯，气一鼓荡，上步，黑虎出动，刺他。虎出动，变，三换剑。这三环剑呢，可以这么着往后刺，走呼吸，走呼吸，坐盘，你可以来气去，挂皮，青龙翻身。翻身时候要快，黑虎出动，转身。潜流出水，青龙会身，他扫拉了去，摇胯，解剑，气沉丹田，啊，乌鸡还原，孙氏春阳剑拆法啊，形意春阳剑拆法，皮剑啊，皮剑，对方他斩啊，他斩啊，就是不是斩我啊，近身劈顶，崩剑他点我啊，我要用身法绕过去，啊，崩刺，啊，崩刺他心口，啊，这个孙家春阳剑呢，有时候是掌，啊，有时候，啊，它是剑指，它的剑指啊，它是八字，啊，点，啊，这个形意春阳剑呢，它是以形意拳为基础，啊，我绕过，让过。啊，让过他的剑，点削，削他的腕部，啊，就他的腕部，啊，随他变，啊，随他变，啊，截剑，离手啊，挑他，挑到腕部，片绑，他刺，被我，帮我肩头刺来，啊，我要让过去，啊。我要近身，啊，近身法，啊，这个掌给他挑起来，截剑，他不管他怎么刺，啊，不管他怎么高低，不怎么刺，嗯，这一接呀，啊，顺着他这个剑，往这儿，啊，往这儿滑入，点他的腕部。随他变化，可以点腕儿来，扫。
他这个脚脖子呀，啊，看他怎么动，啊，看他怎么动。钻剑蹭着，啊，蹭着他这个滑道，啊，蹭进去，啊，啊，钻点，啊，退步连三剑，他就是接扫腿呀，啊，这形意真形剑呢，啊，就是扫腿。普剑，啊，顺他这滑道，还是往这走，啊，还是往这走，啊，啊，往这进。斩，啊，随他怎么砍，啊，哎，啊，斩，避去这个锋芒，啊，避他这锋芒，斩，往下，啊，磨，啊，往下磨，法无定法，这个剑呢，随着身子走，啊，随着身子走，啊，看。摩擦，摩擦进去，哎，顺着他这个劲，哎，啊，都点来，这个倒提撸啊，提剑，这个提剑呢，虽然是连带带踢，但是他，啊，他又进去啊，他蹭他这个气去，啊，扎他这个腰眼啊，蹭进去。点崩，不看他怎么变，哼，脚拖他，要用身法，身法拖他，啊，拦扫，啊，拦扫，把这个这拦扫，啊，嘿，啊，看，啊，拨卦，啊，拨卦。就是啊，顺他这劲，沾他这个味儿，啊，要气沉丹田，啊，鼓荡，啊，要沾劲卷，躲，啊，拖，啊，把这个风点拖，展劈，他又侧过来了，啊，顺着。顺着，啊，接他，啊，横扫，搭着都往这蹭，外事甭见，啊，点他这个腕儿，啊，他怎么进攻？我，啊，我甭点他，啊，啊，蜻蜓点水，啊，他不管怎么刺。他不管怎么刺，哎，哎，拖，扫，啊，你绕过他，啊，哎，沾着走，风轮剑，风轮后踢。啊，他刺我，啊，他刺我，啊，不管他怎么刺，叫一剑，八把不离他，万步，啊，用身形步法，啊，身法是占第一了，嘿，啊，拖住，磨，扫腿。怀中抱月，就给刺他咽喉啊！但是他还有抹劲啊，他还有抹啊啊解啊！潜龙出水，不管他不管他怎么动，看啊抹啊抹。啊磨甭刺
啊，甭刺。啊，看他怎么变。剑的剑筒轻啊，他可以撩，可以撩，走，虽走，虽走接他，接他这边，这个三段剑，他刺我腿，挂，或者，点。连接这边来以后，看都可以挂进黑虎出动，黑虎出动，崩它，连拨，连崩，再抹。往哪走啊？我走了，我要踏住劲，沉住劲，要顶住他，顶住他，就顶住他，看，站住，看，接他呀！这个剑尖啊，总也不离开他，总盯着他，又神一道剑尖，一道剑就追着他，追着他，挑，可以挑到腕部，看，点，力大剑尖大尖点，招砍。别挂带带进去蹭着进去蹭进这个变他看横抹扫头斩用身形身形步伐应他身形步伐关键是步伐进去进去赶进刺他看他怎么动看他怎么动顶住他看斩，磨，半渊，偷桃，会身劈剑，轻点他，看，这剑把，又剑柄也可以使撤步到点这个天判剑绕它绕它搅它搅它看地判剑磨避其锋芒，有身法，看这爆发力给他立刻的给他斩成，臂给他拉，
啊，到底下刺，看，啊，他又过来了，他又刺，哼，啊，哎，这变化，啊，相当多。邪魔，挑，挑到腕部，崩，就这，他这个留神劲儿啊，崩点他，啊，他腕部，接他，啊，拖，拖着他，神呀，啊，神也挺关键的，啊，啊，嗯。啊，这手是趁着劲，啊，给趁着劲，哈，啊，擦着进去，扫，啊，就这节儿，啊，他要打我腕部，他点我腕部了以后，带，随意走招，啊，有招有法都是假呀。啊，练是有招有法，啊，用是无招无法，因为对方他不随我意，啊，他不拿我的路子走，啊，我都得随地变，有的深，钻进，插，啊，把这点给它破坏了，啊，破坏了，哎，看它怎么动，啊，看着，砍魔。随着身子的转，劈，步伐很灵敏的，轻妙。啊，总点他这味儿。看他这么走，近身，磨，展腿，击挂，避他的风嘛，刺他裆部，就是我得击他，啊，挑，法无定法，啊，法无定法，点刺，啊，点刺，啊，啊，
主动进攻，啊，他砍，他立一走，啊，他都刺。这个手啊，啊，挺关键。那手啊，一个是护腕，一个是脖子，啊，他想撑着他。看，嘿，他刚按下去了，我扫他腿，他绕，哎，磨。随走啊，随便呢。斜插，看，啊，这个剑棒，啊，棒啊，剑尾都可以使，啊，飞崩，啊，把他臂给他嘎了。啊，点，啊，这个横啊，横点啊，斩呢、啊。手一打，这个剑尖儿啊，蹭他，啊，摩擦，粘住他，把他走，啊，撩着，他立点他不让走，他转着。磨刺，接他，啊，把他立过来，哎，啊，刺，啊，把这腕子给他护住，啊，这是力大中啊，见得中锋啊。把这个点给让开，啊，让开，接他，啊，粘住，磨，斜磨，啊，上下磨，不要躲，要动身形步伐，身形步伐。就这一点，就往前刺，顺他这个，啊，就这么一点，他跑不了。哎，啊，不中的，砍，啊，我先一走到头，点住，啊，他很精炼，啊，很精炼，啊，哎，磨擦着进来，除了磨就是磨，啊，除了接着接。点劈，一般的时候都点他腕部，一般都是点他腕，看，点，斩他，啊，接他，啊，回来了，啊，拖，啊，拖他这腕部都磨。纯阳剑。拆解招，完结，手势。